当这个阿难七处真心以后，释迦牟尼都说不是的，其实他不是完全错，问题是他着一处，所以呢现在释迦牟尼就说呢，好了，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六根对着六尘，我们起的作用在佛家呢就是见闻觉知。那么头一个是见，所以现在呢就十层显见，这个有十层。上一次他就问你，你怎么这个用什么见的，所以第一层告诉你，你不是眼见而是心见。第一层显见是心。现在呢我们第二层啊，就是这个显见能够见的所见的是什么呢？是客尘。客尘，当我们知道我们能见，然后呢我们所见，所以整个能言经啊就在这博能所，我能我所。我们常常把能跟所呀混淆了，所以他第一层能见的这个见呢，是我们的心，不是眼睛。我们这眼睛是我们的工具啊，所以释迦牟尼就问瞎子，他见不见到？瞎子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是这个眼睛的工具坏了。所以呢在头一层的时候呢，释迦牟尼就是说胡得眼光啊，就前尘都见种种色。你管这是因为灯叫灯见吗？不是的。所以那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眼角膜这个名词啊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一个瞎子这个工具坏了，所以呢一个瞎子你给他安上一个新的眼角膜。别人呢现在有许多人临终的时候都说，我要把我的身体捐，什么东西有用的东西都捐出来。假设这个瞎子得了一个眼角膜安到眼睛里去，瞎子就能见了。所以在古时候没有这个，所以释迦牟尼就拿瞎子问你是不是能见到，我见一片黑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问阿难，你到个黑房子里头你能不能见？不能见。把灯一开开能见了，是灯见呢还是你见呢？同样的，瞎子不能见了，工具不能见了，是工具坏了，你把这工具给它修好它就能见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他把这个手指的第十六页啊，他把他的手开五轮指举起来，他说你们见到了吧？见到了。所以见主要呢他在鹿野园中，我上一次呢在这个给诸位费了点功夫讲了一堂啊，就佛称道怎么在鹿野园。然后呢释迦牟尼的父亲派五个大臣去追，
你们把他追回来，假设你们追不回来他，你们也别回来了。啊，这五大臣呢陪着释迦牟尼，结果他们倒很这个修道修上了瘾了，他们倒不愿意回去了，结果看着释迦牟尼离开了，去洗个澡，然后在菩提树下打坐。这一打坐不少时候啊，七天呢。那个五大臣认为释迦牟尼退转了，等到释迦牟尼在菩提七天七夜睹启明星而悟道，看到启明星悟道以后，到鹿野岩来找他们。结果这悟大臣看见释迦牟尼法相庄严，跟七天以前不同了，大家恭敬心起来了。于是释迦牟尼这时候坐下正式给他们开讲。在这个东西呢，释迦牟尼说，你们当初听我在鹿野岩讲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呀，跟阿罗汉都有可成烦恼，所以今天主要给诸位讲的是可成烦恼，这里面没有太多的麻烦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要跟诸位声明一声呢，王先生、王莹先生跟我们都希望今天我把这一章讲完，这没有中间没有太多难懂的东西，我不讲你们自个儿都看得懂了啊。但是呢，这里头呢有几个呢，所以我交给徐小姐呀，就是请她印出来，我还是做了点讲义。头一个阿若多，诸位有吧？阿若多呢，哎，他说起来，这个阿若多跟娇嗔那，今天提出他们两个人名字来，这两个人都是释迦牟尼的爸爸派他们出去的。五个大臣里头，三个是释迦族的亲人，两个是释迦的母族的。你们把释迦，把我的儿子追回来，追不回来，你们也不要回来了。所以这就是五大臣。然后他就说，你这个四众，出家男、出家女、在家男、在家女，这叫四众，你们之所以不能悟道、不成菩提，不能够，甚至于不能够说不成菩萨呀，甚至于你们连阿罗汉都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有可成烦恼。所以今天给诸位讲可成烦恼。那么他就问他们，你们当时啊，你们因为什么开悟的呢？今天成了圣果，成了阿罗汉，这都还是阿罗汉呢啊。这时候第三行，时交禅那起立波佛，我今长老于大度中独得解明。我现在呢，在这些出家众里头，大家称我为长老，因为他岁数最大，在五大臣里最大。他就是因为释迦牟尼在鹿野园只给他们讲四义谛呀，啊，这是诸心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所受皆苦，啊，这个涅槃寂静。他说我当时呢，为什么呢？我就了解了，最先最先
他听释迦牟尼说，读得解明，了解了，因为我是头一个了解的，了解佛所说的什么。我这个为什么了解了？因为我领悟了课程二字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讲十层显见的第二层，能见的是我的本真。所以这个本真呢，还到现在还是讲这二种根本。所以我给你们讲二种根本讲了三场，这是佛经里这个经里非常要紧的。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真正变成人呢，不但是我们众生都是这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于是我们有见，能见的，能闻的，这个能闻的，能尝的，然后呢，皮肤感觉的，然后心里知道的，所以佛家就给的规则叫见闻觉知。六根对六尘而有见闻觉知。那么，头一个是见。你见到了这些东西，我们能见的起了作用，是因为我们带着我们所见的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大家会写吧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对着外的色声香味触法而起了六识，六个见闻觉知，这个六识。然后呢，我们因为能见的跟所见的，我们起了认识，知道了。于是从认识中间呢，我们心里头发出来一些感情，一些感觉。因为我们能见的跟我们所见的中间的这一个接触，所以我们就被课程抓住了。一抓住以后呢，我们心被眼睛控制住了。我们见到漂亮的、年轻的、美的，心生欢喜，于是我们就迷惑了。但是呢，心被眼睛迷住了，我们眼睛也被心迷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早有个认识，我们从很小就告诉这个小孩啊，好漂亮啊！越小越那什么就漂亮。于是呢，我们把好，我们造字啊，这是说中国造字好，女字旁一个子字，对不对？子什么意思？子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呢是春秋的时候，诸子百家，这个子是有学问的人，还有一个子呢，儿子、孙子都是小的，所以女字旁这个女是个小的，很年轻的女的就好了。那么到那个妙呢，就更不说明了，少女就妙啊，所以这个女字旁很妙。只有一个东西，女字旁一个口是如，如者什么东西？如如不动。这个女孩子、女人所说的话，用她的嘴说出来的话，这一个东西应该没有瞎话，
应该没有什么，所以还是从女字旁。所以女人呢，从前造字好的坏的都归了什么，我们说如来，如等于本体，来等于是行为，如如不动这本体它来了，它开始行动了，这才叫如来。所以所有的佛法不是呆呆的坐在那儿，我一不动，大家以为打坐我不动我就真正学佛了，不是的。菩萨觉悟而有情，如来本体，因为我要救度众生，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所以释迦牟尼以大势至因缘降生到这个世界。这一个件大事是什么呢？普度众生。他先开悟，他开悟了以后来普度众生，这是最要紧的一件大事。也就因为这缘因缘，所以释迦牟尼出生成为王子，他舍弃世间一切的富贵出家了。我们假设因为又穷又家里头极没钱又没有家当，我们出家了那不算回事儿。因为怎么？为了吃饭出家。我们知道有好些是为了最穷的时候连饭都没吃就出家了，有许多的大和尚就这么跟我说，他们说我们当初呢真是吃不上饭，到庙里至少有饭吃才出家的，但是到了庙里以后呢听讲佛法，不停的自己后来大大的悟道，成了一个有名的大和尚。所以他们亲口跟我说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假设为这个出家了不算回事，你真正能够了解这一个世间，我们至多活个100岁吧，这100年中间我们都在名利权情四样东西里头在那转，转到后来走了，两手一摊，名利权情没有一样东西能带走，我们哪里去了不知道，我们连自己也不知道，死掉的人也没回来告诉我们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哀。我们真的生不知何所从来，死不知何所从去。所以释迦牟尼先到鹿野园给这五大臣说客臣烦恼。所以什么叫客呢？这个真正做客的人，我们现在我跟你们大家都在这个屋子里头做客呀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住在这房子里头，但是这一个主人他不会走了，客人呢到这儿来了，听完讲，假设一般做客呢去会个客，吃吃喝喝完了以后就走了，这叫客。客是不住的，不住在那儿的，主人不会动的。所以他说他就明白了客臣二字。臣是什么东西呢？臣呢，你知道我们这空中啊我们看不见，所以他举例，假设说有一道光射进来，就在这一道光中间，特别你看到里头好多尘呢，细尘。那么这一些细尘是很小很小的客体，
这个很小很小的课题，平常我们看不见，实际我们都被这些课题围绕。这一个课题是由最小不能看见，甚至你不能够用平常的身体体会到它的存在。那么娇嗔那呢说，我那时候就明白了，原来我住在这个的世界里头，围绕着我们的，让我们能够感觉到、能够见闻觉知的，都是细小的微尘呢。只有在一道光之下，现在这光太不照了，我们看不见了。假设一个暗暗的屋子，一道阳光出进来，旁边都是暗的，就在那个光，那道光线上，你会看到很多的东西在那儿动。它指的这就是尘。我们平常呼吸的好多东西，说实在很脏啊，但是很好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吸进去了。那么我们闻到臭味儿，这是味道闻得出来的。假设或者是香的，我们平常没有，就呼吸了。所以他说呢，我了解了这个东西，这两个字的成果。他说：“世尊呢，第四行了，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食毕，处庄前途，不慌安住。”什么叫客呀？他说：“就是好比说，旅行的这个客人，在那儿行，啊，不是那什么，他正要在那儿行呢。这个客人，他呀，投寄在这个旅客的饭店、旅亭，或宿或食，或者你在那儿吃顿饭，或者你在那儿住一夜。那么宿食食毕了。”这个事情做完了，吃了饭了，或者住了一晚上，天太夜了，我要再住，都是客。我就处装，把行李打理打理，处啊，这个处的就是整理了行李，往前头走啊，再走到前头去，不慌乱住，不会住在那儿。假设若使主人呢自无忧亡，假设你是那个旅馆的或者那个饭厅的主人的话，你不会走的，因为你在那儿旅行，所以你吃完了或者住了一夜你就走了。我们人呢，就是寄住在这个地球上，这一记住呢，一百年、几十年，就跟旅客住旅馆、吃饭店一样的。吃完了、住完了，你得走哎，非死不可呀。人人都要死，我们都是旅客呀。今天这两个钟头我们住做这个的旅客，我们这一辈子是装在这个身体里头的旅客。我们借这一个东西用它用个几十年，借它一百年，不但我们知道它这个东西是我们借住的旅馆呢，我们早晚要离开呀。你要能明白的话，这个旅馆必须要怎么样？旅馆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、漂漂亮亮，然后呢，吃的也好，住的也舒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打扮起来，我们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，
而且呢，我们这里头还得有点东西，所以从一出生就学习，学习了，然后把你的见闻觉知再宣告出来。我们能够做的，膀子有力气，好好的做点事，做点卖力气，这是劳工。你没有这个东西，而你这儿还有点东西的话，好好的做个知识分子。所以人类就分成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种。而古时候人呢，认为士这个知识分子最高，士为四民之首。但是呢，你还是客人呢，所以我这么想：不助名客，助美名主人；以不助者，名为客矣。这是说客，我们就在这儿借住借住。这一借住呢，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。他说呢，底下解释臣又如心悸。下雨以后忽然晴天了，清扬升天，这一个很干净的很畅快的这个光亮升起来了，光如虚中，当这光从一个细缝中间进入来了，你是发明空中诸有尘香，你这才从这一道光中间看到里面有多少微尘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看不见，我们不知道这空中有多少微尘。那么你看到了这有尘相，尘质摇动，这个尘的这个小小的东西它在那儿摇动，但是这一个尘是在空中啊，这个空中是虚的，没东西，我们都以为这没有东西，但是这个微尘呢在这儿，在这一个这个光进了，这时候看尘那个小微尘在那儿摇动，但是真正的虚空寂然，没有摇动。那么如是思维，尘寂明空啊，一个尘这个干干净净、空空荡荡的，这叫尘寂。一点声响也没有，这个就叫做空。摇动名尘，在里头动的就是尘。佛言如是，你说的很对了，这是五大尘之一焦尘拿说，他怎么悟到的？他这个悟道呢，也不过成了大罗汉就是了。但是他认为自己我懂得客尘，佛说你说得很对，你把客尘解释得很好。即是如来于大众中倒数第四行了，去五轮指，把这个转成拳头，去以复开，去了以后把它再开开，开了以后又去，就在这儿把这手掌开开又去，去问为阿难言，如今何见？这一个十层显见，这是第二层了。你今天看见什么？阿难说，阿难言，我见如来百宝轮掌。你呀，这一个手掌啊，释迦牟尼三十二相，他的四肢都非常美，手也很美，脚也很美。看见你这个如百宝一样的这个轮掌在众中开合，佛告阿难，汝见我手众中开合，为是我手有开有合，为复汝见有开有合。所以释迦牟尼实在是一个
真了不起的，他问一些话勾引你来答，你答了以后他来批评。他说是我手有开有合呀，还是你这个能见的东西有开有合？这一个问题任何人都会答得出来。阿难言：世尊保守众中开合，我见如来首次开佛，非我见性有开有合。释迦牟尼就等他答这一句了。他说你的手啊，在大众中有开有合，有合有合，我能够看见你开，看见你合，又能看你开，又能看你合，我这个能见的这个东西啊，见性不是我的在那儿开合呀。假设说随着你手一关，我这个能见的就关上了，那么你开开我就看不见了吗？没有啊，是你的手掌有开有合，但是我的见性没有开没有合。佛言谁动谁静，这就是佛逼着问他的，谁是动的，谁是静的？阿难言：佛手不住啊，而我见性尚无有静呢。你的手有开有合，你在那儿动啊，可是我的这个能见之性不是在那儿动啊。这个尚无有静，没有静过，我永远都知道。谁为无助呢？倒是谁无助呢？佛言如是。我说你答得很对。于是呢，佛再逼问一下，他从他的掌中飞一宝光，佛真是了不起，从这些东西的描写，佛的神通实在是很大很多很多。这一个宝光在阿难的右边，然后呢又一个宝光呢，这个一在右，这一宝光过来右边，阿难赶紧头弯右一撇，世尊呢再飞一个宝光在左边，阿难又赶紧从左边来看。这一个即使阿难回首右片，又有右边看，又放一光在阿难左，阿难则回首左盼，你的光在右边，我往右边看，你的光飞到我左边，我在左边看。佛告阿难：汝头今日银河摇动，第十七篇的第三行了啊。那么你的头今天为什么又右边又左边看呢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，故左右观。这很简单嘛。这个阿难不知道释迦牟尼呀，这些问题呀都一层一层的有道理的。因为你的光到我左边又到我右边，所以我往左边看往右边看呢，这头自然的摇动。阿难：汝盼佛光，这是佛说的话了，虽然没说世尊说啊，说阿难呢、啊、你看这个佛光左右动头，为汝头动，为夫见动啊，再紧逼一句，你看见我的光了，往左又往右，你这头随着这个外头的尘，左边右边都动，是你的头在动啊，还是你这个剑在动啊？世尊，我头自动，而我剑性尚无有止啊。你的外尘来了，客尘来了，我往
到我左边，我往左边转；你到我右边，我往右转。我这个头，是因为我的眼见到你的光。这我们都在十层显见，我刚才说了啊，这一个七处真心跟着就十层显见，这个是第二层。所以我的见性尚无有止，无是一个 negative， 止又是 negative， 两个反的变成一个正的。他说我头因为对着外头的尘光，所以我自然的动，但是我能见的东西没有动过。上无有止，无止又是两个反说的，又变成的。我的见性没有左右，也不是跟我的头一样左边动右边动，它根本就没动。佛言如是，第二层。当时我想阿难已经说：“世尊呐，你怎么问这些笨问题呀？这谁都答复得了吗？”结果，还他说：“佛言如是。”对，又夸他一句：“你们都对，我问的问题你们答的都对。”假如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，以不住者名之为客，汝更阿难，头无自动摇，见无所动啊！你头因为外头的尘在那儿左右动，但是你能见的这个见没有动的。你又汝观我手自开合，手开开了，手合起来了。你是不是你的见性也开开了，然后又卷进了，又什么了？你的见是不是也是书？这是书，他的手开。你的能见的这个书，然后呢，看我手卷起来，于是你就卷，所以这个翻译翻得好，那文字都很好。手自开合，见无书卷呢。手在那开开合合，可是能见的都，并不是我书开了，我又卷起来了。这个卷啊，跟我们提手旁的卷一样的。云何入金？以动为身，以动为金。你见到我的光，左边右边转，你在那儿动啊，变动啊，你就认为这个动的这个景是你的见性左右摇摆，是你的见性有开有合，都错了。假设我们的见性又左边又右边又开开又合起来，这个不对呀！你要知道啊，你左边动右边动，你的见性没有摇动过。看到我的手放光，我的手开开合起来，你能够见到，到你左边，到你右边，你左边动，那边动，都是非常自然的。
不是你的见性在那儿开，在那儿喝，也不是你的见性左边右边。你要知道啊，真正你把这个动的这个东西当作你自己的身，你把这个能够动的左边看右边看开开合，这是我的动向，你把它当作课程，当作景，一个是当作自身，一个是当造热之外境，从始至终啊，念念生灭。你认为这样的话，无论是开合左右，是外尘在动啊，你的见性几乎左右也没有开合吧？这是佛最终最后问的。但是我们人，我们认为有始有终，有生有灭，有老有死，我们念念不住的在那儿，都在今天我们住在这，坐在这一起，我们从七点钟开始发声讲演，到了九点钟讲完了，我们大家散了。生灭事情，万物万事都有生灭，但是我们的念头没有。就是我们看到释迦牟尼在那儿开手闭手，给你左边放光右边放光，这是课程的动作呀。假设你认为你自己，你也是你的见性，能见的本性，也在那有开有合，有左有右，就错了。是你自己答复，你并没有，你的见性并没有开开合起来，也没有左边，也没有右边啊。但是我们人，就因为这课程，我们随着课程走了，遗失真性啊，忘记那个我能见的那个能，遗失了。二种根本，大家还记得二种根本吧？我用了三次的时间给诸位讲二种根本。为什么讲那么多？因为这是真正的佛经的重要的二种根本。一种根本，我的本真正的是不动的，永远常在的，非常清净的，非常干净的，即无开也无合，即无左也没有右。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外尘，我们时时刻刻跟着它的动摇而动，而这个动摇呢，离不开生跟灭。我们现在聚会了，待会儿我们散了。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在一起，当我们散了各自回家。当我还在这儿讲的时候，我是活着呢。哪一天突然间我走了，我没有了。坐在这儿的人现在坐在这儿，早晚有一天这个位子的我没有了。你说这个人死掉了，我们随着一个课程在那儿不停地生生灭灭，因为这个课程念念生灭，我们忘记了那个见我们课程生灭的那个本体在哪里，遗失本真。
我这么讲大家明白了吧？二种根本还在这说二种根本，这一种根本呢，常住真心，它是什么？我们见不到，就跟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同时能见，同时能听，同时有感觉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从古至今没有人告诉过我们，楞严经释迦牟尼也只给我们提出来二种根本，是这二种根本怎么来的？不知没提。它来的过程是什么？没提。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的眼睛还在，我们的耳膜也在，我们的皮肤都在，但是我们的心也在，脑子也在，但是我们见闻觉知都没有了。没有一个死尸说我的眼睛在，所以我能看见。你假设一个死尸能看见，你就不是死了，你还在活着吗？只有活着的时候才能看见吗？只有活着的时候才有见闻觉知吗？只有活着的时候才有课程呢？因为你能够见闻觉知，你才能够用你的六根见到外头的六尘呢。你这六根能够发起的东西，发起作用，这是你的真常的本体。我们只是追逐外头的课程，一辈子为名利权情所迷惑，但是这个能见的东西我们没理它，能够闻、能够觉、能够知道的这一个本性我们把它遗失掉了。所以这两种根本，我们只追逐那个攀缘外境、攀缘课程，而生出见闻觉知，而生出悲欢喜乐，而我们就怎么样活一辈子。那个使我们能见闻觉知的，甚至于使我们能悲欢喜乐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佛讲了几十年的法，就是在能跟所里头，让我们留神啊，注意啊，千万不要这被这个课程迷惑到了。当我们被课程迷惑掉的话，我们就有得到的心，有失掉的心。所以未得之患得之，既得之患失之啊，这就是我们俗话患得患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全心注意到课程去了，而这课程让我们有得失之心，当我们有得失之心，我们就有取舍之心，有取舍之心，我们就有烦恼。我们的烦恼怎么来的？课程。为什么对课程有？因为我们有见闻觉知，因为由见闻觉知，我们被外头物课程做了他的奴隶，我们被他所意识，这是心为物意，一个心本真，一个物课程，我们做了外尘的课程的奴隶，随着他转。于是有这一种知识，当我们想到我们看到真正很美的是很小的很年轻的，我们就认为只要这个人岁数小或者这个人看着年轻都是好都是妙，我们被外境的课程所预示。那么外头这些课程呢，
包括我们自己在内，我们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而且使自己老了也显得比实际岁数年轻。为什么？我们物为心意，因为大家都喜欢年轻的。不但心为物做了奴隶，物也为心做了奴隶，心跟物、主跟客互相奴役时，我们就这么糊糊涂涂的，我做你的主人，我做你的奴役，就这么一辈子在主体跟客尘中间糊糊涂涂的、混混闹闹的，就这么过一辈子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这也就是我们的本心。为什么有生出悲欢喜乐，生出这么多烦恼？因为我们主客对立，因为主客对立，于是就有得失。因为得失的心意有，我们的烦恼就来了。这就是客尘烦恼。所以第二层显见，这说完了，以后的章呢，这以后的好几章，就是第三层、第四层，一直到第十层。最难讲的是第十层，见见之时，见非之见，见由离见，见不可得。从见、能见、所见，然后到最后第十层，你见到这个见的时候，见非是见呢，这个十六个字非常难讲，到时候我试试看看能不给能给诸位讲明白，诸位也知道了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由离见，见不可得，这十六个字有多少见。所以我们从第一层你见到没有，一直到第十层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个大家看一看啊，那上头写了是吧？好，阿若多追随世尊的五大臣之一，焦陈那现在提出客尘来，这是焦陈那，这是五大城的首领，所以他说人家称他为长老，因为他这个受世尊的佛的这王的命令，让他去把释迦牟尼追回来。他在五大城里他岁数最大，地位最高，所以被称为长老，这就等于带着这五大城。十层显见，其处真心以后啊，世尊再以十层来解释能见跟所见的二种根本。我们第一种根本攀缘，对着外尘我们攀缘它，我们就生出得失之心，因为有得失之心，我们就患得患失。所以头一层他就先说能见之见呢，是心呢，不是你眼睛，眼睛只是个工具而已。假设眼睛能见，我们死了以后眼睛还在呀，它能见吗？你问一个死尸，哎，你眼睛还在吧？也不用戴眼镜，也不用用任何东西，你能见不能见？这死尸不会答复我们，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哪里去了。这一个死尸的眼睛，他能见不能见？他没法，他不知道。所以这要分清楚。所以这是心呢，不是眼睛啊，眼睛只是个工具。
所以呢，瞎子呢，所以瞎是这工具坏了。我们老了得戴个老花镜，你们把眼睛弄近视了得戴一个近视眼镜，所以这眼镜不是我们本来的。眼睛 eyes 已经是我们新的工具，这个更是我们工具的工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第二层就解说，所见之客尘与能见的心相对的，于是就分了主客，我是主人，你是客尘。主客有了完全对立，我能够支配你，你能够引诱我。于是在这样的攀缘心就来了，我得到了我就抓住你不放，因为我一放手你就跑了，而且我要挑最好的、最妙的、最年轻的、最漂亮的。这一个是我们的心从小就教给我们，越年轻越漂亮，越好又妙，都从女字旁。这样的话呢，在我们挑选的时候，主客对立的时候，我们要得到他，得到了他不能失掉他，在得失之间生出烦恼。这个烦恼怎么来的？因为我们非常注意客尘呢，而我们这个能见的、能够闻、能够觉到的这个本心反而不注意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就会有烦恼发生，因为主客对立了。第二层呢，就解释所见的这个客尘跟能见的心相对呢，这样患得患失生起来，我们有了烦恼。客尘二个字解释呢，客者不是主人，是客人。我们今天现在都在这做客，我们讲完了，到时候大家都走了，个人走个人路，回到家里去了。我们都知道有个家可以回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有一个主人呢。父母生我们这身子，我们暂时的把这个身体就当作我，认为这我，这是我呀，我就有我执，这是我，迷以为我这永远常在，而且呢，我要把所有的客尘的东西据为己有，越多越好，而且是长久不变的，都错了。但是我们人就这么活一辈子，就这么烦恼一辈子。所以这个尘不住的，它从来在那儿摇晃变动，而且呢，这一个尘呢非常小。这个烦恼啊，怎么聚起来的？东听一点，西看一点，老人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把这一个我跟客分得清清楚楚。我不但不能够长生不老，
连我的所希望得到的这个尘外尘，更是变幻无穷啊！名利权情，没有一个不变的。所以我劝你们记住一句话：世上的东西，世上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不变的，只有一个变不变的，就是变变变。这就是无常，这就是不住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永远在变变变。我们现在大家无论年轻年老，我们都比刚才进来的时候老了一个钟头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距离死亡近了一个钟头。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有什么看不过不来的？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这两个道不是一道啊，一个是都知道，但是我们都做不到。临到名利权情的关头，都糊涂了，都执着了。都以为我自己永远不死，都以为客尘永远不变，无论对方是人啊，是物啊，是事啊，没有不变的。能够把这一个知道了，而且呢，经过很多的烦恼，把这个东西好好想想，于是你能够不能够做得到？这两个道不是一起的，我们都是都知道，但是都做不到，烦恼生出来。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个见到客，见到尘，我们对方想要认，我们把它当真实，挣扎呀，一辈子在那儿打拼呢、啊，我们管这叫打拼，然后费了力气，伤了劳了心，伤了身体，要把这个客尘据为己有，为什么？我把我这个我现在这个七大假合之身的我当成一个真的我，我们忘记了我们也是客人呢、啊、我们也暂时寄住在这个身体、啊、你占这个身体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自己身是客呀。于是，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这个我，也不会放弃客尘。在刹那之间，眨巴眼的时候，我们又老掉了一分钟，一刻钟，一个钟头，一天，一年月，一年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，烦烦恼恼的，就度过了一生。所以孔子在这个水的岸边上看见这水怎么流过去，孔子非常感叹地说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烦恼之生啊，都由于贪呢、啊、贪，我们这贪字这个字写的金贝
现在的宝贝。我们古时候凡是可贵重、最贵重的文字都用一个，关于物质都用贝，因为古时候最开始的钱币是贝。因为我们住在陆地上，水里的贝呀，海中的贝很难得，所以拿这个贝做一个，最先做一个物质这个代表。所以你看贵底下从贝，贱旁边从贝，所以一直等到我们发现了金属了，这样我们才把真正宝贵的东西、有价值、有物质的代表东西弄成金字旁啊。所以钱后来都是因为有了铜、有了铁、有了金属，我们慢慢的不再用贝来交换了，所以贝字退出来，但是它这个古时候的字还留下来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字，想起来这些，烦恼的生，就是因为贪。这个贪呢，是现在的物质的贪心。所以中国的造字非常有学问。我对于我们现在一些简体字我非常不赞成，把我们造字的四种这个原则全违背了。大家都在那儿写白字、大白字，因为由于贪，贪之不得，你有我没有，我起了贪心，贪心一起我就生气了。所以贪之不得，或者是贪了以后失掉了，都让我生气。我生气呀，我就发出嗔念来了。当我们贪的时候，人一起贪心，无论你为名、为利、为权、为情，你都会变糊涂一点，因为你只想到得失。当我们在得失中间，人都变得很笨，不理性了，所以跟着嗔念就起来了。当我们糊涂的时候，你真把我气糊涂了，我生气我就糊涂了。贪的时候糊涂，生气的时候也糊涂，贪嗔两个字，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客嗔太贪恋、太执着、太贪多。当我们既不能得又不能多的时候，我们起了嗔念，越生气越糊涂，许多傻事做出来，于是我们就变得非常愚痴。贪嗔痴，这是基本的三大恶。所以这个三毒啊，当他这个三毒侵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恶念就起来了。这个恶念一起呢，于是我们就跟着三个行为来了，杀、盗、淫，这是三大恶、三大毒，让我们分起三大恶行来。为什么杀？我恨你。为什么恨？在得失之间起了冲突。为什么道？你有我没有，我没有办法的话，明之抢，暗之偷，这就叫道。淫，我人生就是两件事情的最有注意，
这是孔子说的，人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饮食要钱，男女要情，这两样东西是人的基本大欲。你饿了一定要吃饭，饿得发疯了只好去抢去偷。你爱了一个人，想把那个人据为己有；你爱了这个东西，想把这个东西据为己有。所以在这一个两样的基本的大欲中间，我们起了很多的恶念，于是发生很多的烦恼。为什么会有烦恼？因为我们要得到它，我们得到它，而且要据为己有，而且是越多越好。所以这三大毒让我们生起杀盗淫，我们不但损人也害自己呀。所以古圣先贤给我们用很简单的字告诉我们，己所不欲与勿施于人呢，我自己不愿意别人加诸于我们的，我们也不要加诸于人。这还是消极的，有所不为。而真正有所为，己于利而利人，己于达而达人。我自己想要站起来，像个人一样站起来，我们也帮助别人能够站起来。我们想要自己达通，我们也帮助别人达。所以利人达人被很多人来利用，成为名字，成为一个组织，或者自己来做。这就古今中外做人的大道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谓的道理。这一个道必须有理才能成为道，这一些理必须有道可以做才能成为理。所以我们能够先能够做到理无碍，我们才能做到事无碍，行为不无碍了。当你道理跟行为都无碍了以后，理事无碍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事事无碍，步步都是平平稳稳的。这就是古圣先贤告诉我们道理。问题是我们知道，常常做不到。这就是烦恼之所以永远不停地在那儿发生，而且是同时发生，名利权情都一起发生的话，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多呀。人生就怎么样，苦苦闹闹，烦烦恼恼的过这么一辈子。释迦牟尼只是告诉我们，一切无常啊，我无常，客成也无常。你把这两个无常的变成认为我能够得到，我就是常了。真常吗？什么都无常，什么都在那儿变。能够把这个想通了，把这个做到了。
你就是圣贤，你就是个哲学家，你是个道德家，怎么容易做？问题是世道临头，把这些全忘光了，只是要得得得，据为己有，所以烦恼永远不断，痛苦永远不断。所以人生无常，世事都在变，于是烦恼都在那儿断不了，不断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课程让我想起来李立的李后主，他被灭了国以后，李后主真可惜，他的命真苦。假设他就是个普通人的话，他的词之美呀，真是讲词的话二离。李后主、李清照、李立，就是李后主，做了亡国之君，所以他自己梦里不知身是客呀。我在梦里头不知道我是在做客呀，一晌贪欢呢，还自己不停地贪啊欢乐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，独自暮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他自己傍晚的时候，这个暮，有人说是 日暮的暮，太阳下去了，有人说独自卧凭栏，不要靠栏杆了，因为他已经亡国了。无限江山，我自己原来的国家，我无限的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呢。岂止李后主对于他的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我们彼此中间有谁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呢？这都多容易的字，流水落花春去也。现在也正是流水落花春去也。天上人间，天上人间，但这个间字一定要用南方音念才能够押韵，所以很多的词都得用南方的音念。独自卧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干。这个间呢，念词的时候要念干啊，南方的音呢，一切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。去到哪儿了？天上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，人间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。世事无常，一切都在那儿变，知道它在变，莫跟这个变来争，
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我们就活这一辈子，这一辈子有限的短短的几十年，你就长命百岁也不过一百年都走了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如此，人间也如此。所以知道了这个以后，一切没有看不开的。我们这个心本来已经太不安定了，我们在被课程的一些东西吸引住，它不停地在变，我们的心也跟着它在变，结果我们被外物成了外物课程的奴隶，这叫心为物役。但是这外头的东西呢，它并不是有情有心要来勾引我们呢，它没有为我们而生存，是我们被它勾引了。然后呢，这一些东西啊，根本我你恨你爱你做这些事情跟我完全不相干。所以人生自是有情痴啊，此恨不甘风雨夜呀，别要赖到风啊月呀，整天谈风月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因为你有情你才愚痴啊。你不要怪说这个风啊这个月呀才让我发出情来，都是你自作自受自愚痴。此恨不关风雨夜，所以现在《楞严经》十层显见里头，头一层就先给你弄出来二种根本。你知道这两种根本是你自作自受啊，本来没这些事情，你既然自作自受，既然你把课程名利全情看得这么认真，甚至于连自己根本的东西都忘掉了，甚至于有些人为这自杀，为这个杀人，你的根本在哪里？你死了以后你还恨吗？你死了以后你还爱吗？死了以后你还有情吗？我们没看见一个鬼回来告诉我们说我现在死了，我做了鬼，我还是有情啊，从来没有鬼回来告诉我们。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一百年之间，不要太苦了自己，当然更不能苦了别人。所以贪嗔痴自苦自虐，又伤害到别人，能够把这个想一想，没有一件事情值得自己拿性命去拼。我们就活这几十年呢，这几十年不要苦自己，也不要害别人。所以能够了解这些东西的话，你才能够真正做到了所谓古圣先贤
他们教过我们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你做了害人的事情，旁边的很多很多的第三者都在看着你。这个人呢，竟敢损人不利己的事，我别跟他交朋友。所以古圣先贤是最聪明的人，告诉你做好人，但是不要做烂好人。烂好人，这个烂好人，我想孔子说过，圣人呢对这烂好人呢很不喜欢，因为他把圣这个东西，圣贤的圣弄了。这个呢就是说，我不管人的闲事，我口不说是非，我行为不做任何违反众人的愿望的事情，但是呢我也什么都不管。孔子把这个叫烂好人。我们呢以为我们做了烂好人我们就尽了责任了，不是的。孔子非常积极，古圣先贤都非常积极，所以说我自己想站起来，我把大家都站起来；我自己想要通达，我要大家都通达；我自己不喜欢的，我绝不加诸于别人。能够把这一些做到了，你就是好人了。你能够在我自己想要站起来，我帮别人也站起来。所以真正的大学之道啊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三层啊。我先自己明白什么叫做明德，如日月之明的德行，把这个发扬光大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我还是大家伙儿一起都能够维新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止于至善。怎么叫至善？我好，大家都好，人人都好，这是一个最要紧的。这叫至善，不是只知自己有利益，自己聪明，自己能够站立起来，是让所有的人都为心，都做一个心人，然后大家止于至善，我帮助你，你帮助我，大家互相帮助。所以中国的人有自己还有别人呢，是二人呢，这才能叫人呢，这才叫做爱呀。你爱怎么爱？我心里感受啊。你能不能使别人心感受？你能够让别人的心都能够接受的话，这就叫做爱。你怎么能够感应人家？感是贤心呢，你有心，我也有心，我们相感。所以中国的字造字都用过很多脑筋的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简体字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要写大白字。所以到现在我不会写简体字，但是我繁体字也忘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现在是邯郸学步啊。大家知道邯郸学步的故事吧？一个人听说邯郸地方人走路非常漂亮，于是他就到邯郸去了，我来看看他们走路怎么这么漂亮。一看这邯郸的人走路真漂亮啊，一步一步的，又潇洒
又风流，真美。我来学你吧，迈右脚，迈左脚。哎呦，怎么不成啊？结果你到邯郸去学步，不但没有学到人家漂亮的步，连自己怎么走路都不会走了。这叫邯郸学步。所以我们记得先把本来的自己的，我从我的社会，从我的家庭，从我的学校，从我的长辈学来的东西，把它好好的研究一下，然后适合整个这个社会。这个社会不只是中国的社会，现在我们交通太发达了，发达到国际的界限几乎都快没有了。所以大家看看利比亚这一次闹事，世界上全世界的人都在那儿谴责他们，说实在的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但是影响到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们的政府派出那么多的交通工具接回10000+人，能够这么做，这些人是感激得不得了，都在那歌功颂德。我们能够帮助别人，第三者都在看着你呀。这个就是最聪明的人最讲道德，只有愚蠢的人、笨人才损人利己，更有些人呢损人而不利己。好比说现在常常报上登出来，好好的一辆车被人家拿东西刮，你刮也都很费事儿啊，还得找一个能刮破车的，这叫损人不利己。这种人逮起来好好的打一顿。你真正损人利己了，你还利了一个自己呀，连自己都没利，损害了这么多人。这种人呢比坏人更坏。对，我想起了孔子说，勿乡愿之乱甚人也。对，这个乡愿大家会写吧，乡家乡的乡，愿一个原谅的原，底下一个心。勿乡愿之乱甚人也，这一种烂好人孔子管他叫乡愿，人家都把这些乡愿当作圣人，所以孔子很生气，勿乡愿之乱甚人也。我很不喜欢这些烂好人，因为别人就把他当作圣人，圣人不是这样的。圣人像孔子，道不行成夫浮于海啊。他的道是什么？不是中庶之道而已。夫子的道，格物致知，正心诚意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呀。这是夫子之道。夫子之道不是像子夏说的，夫子之道一以贯之，中庶而已，完全错误。一直错误到今天，还有人说夫子之道中庶而已，而且还造了一个一贯道，无道一以贯之。不是的，夫子之道大得不得了，他要治国平天下呀，而要从切身做起。切身怎么样？格物致知，先研究好东西，格物了，致知，你的知识广了，然后正心，你的这格物致知是什么目的？正心，你不但正心，而且要诚意，要非常诚恳的。从哪儿做起？修身，先把我自己做好。这样的话，齐家
你家都没起，你怎么治国？你怎么能平天下？一步一步来。所以知识，得到知识最好最好莫如读书啊。这一本书给我们多少知识，给我们多少智慧。所以古人说开卷有益，打开书本就对你有好处，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，这个比什么习惯都好。